阿信，请说。喂，喂？你的电话好难打哦。啊，我这些改变风格了，从下面开始接啊。谢谢。你就是在那个角落里面，别人都发不现你，可是我却可以发现你的那种啊。哦，之前看您狗头中路好强哦，可以教玩狗头中路吗？啊，狗头中路这当然没问题啊！狗头中路就是特定的角色、特定的打法啊，各种神坦的啊，神输出啊，又坦又输出啊。嗯，好，那你怪我吧。哎，没关系，你慢慢想啊，你最后一通啦。是吗？我最后一通了。是啊，那不，你是这祝个段落你的最后一打通爆啊，店你。面吧。你说什么？嗯，祝你打爆对面啊。啊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打到这边那不用祝啊，轻轻松松啊，祝是一种希望的口气啊，不用啊，轻轻松松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Can you